有一种人，他把冷冰冰的爬虫当成自己的宝贝，他还有神奇的魔力，能帮蜥蜴催眠，消除大小朋友对蛇的害怕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爬虫解说员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走，我们小说啦小说，蜥蜴在哪里？我叫大头，当然就是大头大眼睛咯，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好奇宝宝，喜欢拿着 DV 四处拍，爱吃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。呵呵，我还常常神秘失踪，让香蕉哥哥找不到我。怎么没有看到蜥蜴呀？奇怪了。我是香蕉哥哥，我最爱吃香蕉，招牌的造型是头上有头带或是帽子，喜欢背着背包四处旅游探险，更喜欢拿着画笔画画涂鸦。还有啊，我遇到感人的事情就会感动流眼泪哦。哦，大头，干嘛走路不看路，而且一手拿着放大镜，又背着相机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啊？哎呀，香蕉哥哥，我们老师出了一个作业，要我们去观察蜥蜴，所以我在想这里找找看，看看这里有没有蜥蜴呀、啊。蜥蜴，这个简单，像我啊就空手抓过这么大一只的哦，而且啊我还把它带回家养了一阵子哎。啊，真的吗？香蕉哥哥你好厉害哟、哦，带我去看好不好？我很想看看这么大只的蜥蜴，拜托你了。不过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啦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啊。哦，春游的香蕉哥哥，那现在怎么办啦？作业交不出来了啦。这个啊，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他不但自己养了很多的爬虫，而且还会帮小朋友解说有关爬虫的知识哦。哇，真的吗？那我赶快去找他。走啦走啦，好啦好啦，想想在哪里。大头，我带你找的人是一位解说员，他不但专门解说爬虫的种类习性，还会让原本一些害怕爬虫的人渐渐喜欢上他们哦。可是香蕉哥哥，你是不是走错了？这里明明是海洋馆，怎么会有爬虫啊？没错没错，跟着我走就对了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哦，到处都是鱼耶。大头，这里呀、啊、就是海底隧道哦，可是我们要找的人应该不在这里哦。对耶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好漂亮哦！那我们还是去其他的地方找一找吧，走。等一下，我还想要看呢、啊。哎，走了啦，走了啦。哇，这里有好多可爱的小动物哦！香蕉哥哥，我有带照相机，我们来跟他拍照好不好啦？哎，我们可不是来玩的，是为了你的作业才来找人的。奇怪，大头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一下子又不见了？香蕉哥哥，我在这里哦。哇，哇，这里真的很好玩哎。大头，你不要到处跑来跑去好不好？等一下找不到怎么办？不会啦，香蕉哥哥，我想不如你先去找那个什么解说员，让我在这边多玩一下。哎，好像是从那边传过来的，我们去看看。走。好像是从这边传过来的。哎，大头，好像就是他哎。请问是叶叔叔吗？哎，是，我就是。你好，你好。叶叔叔养爬虫的经验已经20年喽，养过的大小爬虫种类高达220种，还自创爬虫表演秀，透过表演的方式讲解相关的爬虫常识哦。一位好的爬虫解说员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最重要的是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讲解时流利的好口才。我们呢找一位有大盆流小盆流呢，这个人比较特殊，头上还摆个黄色袋子，头发还竖起来，跟每个小盆流都不一样。我们请他到这边来，嘿，来帮我们呢。我先来，来帮我们呢，来拿个东西给小盆流看看，里边是什么东西。眼睛看前面，对，手伸进去里面抓，恐怖箱，对，给他抓出来，给大家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来，不用怕，他已经咬过很多人，不在乎咬你一个。等一下，眼睛看前面，不能看这边、啊。我不敢拿，我看到他，不用怕啦，黑啦。啊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你不抓他，他出来以后，等一下真的会跳上去。哦，我看。
手指头张开，哎，对，从后边往前摸。是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？好刺哦！好刺是吧？要连着连着连着，哎，对。哎，对对，手可以放下来，没关系。不好意思，跟大家就是宣布，我要退出演艺圈了。好，可以拿走了。来，各位小朋友，这一次无尾熊的家乡在哪里？澳洲，它就是长在澳洲无尾熊的朋友，它是蜥蜴。其实这个蛮可爱的，你想左边就给它贴左边，想右边就给它贴右边。那可以贴大头吗？哦，大头看得好仔细，你看嘴巴张得好大。对，可以贴在大头头上。哎，对，放在大头头上。来，小朋友仔细看一下，可不可爱？来，很可爱，你看，哎，它就趴在那边。嘿，给大头哥哥拍拍手。好，来。要不要再看？要不要？要。好，来，要再来。现在看大象，来，你帮我抓出来好不好？我不行，帮你抓住。啊，抓一下。可以抓吗？可以啊，你来抓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可以先把箱子。他出来了，变色龙。你看他眼睛大不大，精神很好，神气活现。叶叔叔给人催眠不行，我要来催这一只动物。小朋友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好，不可能。来看叶叔叔表演给各位看。睡觉的时候催眠就要睡觉，这个硬硬的不好睡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要准备床铺。养动物就要爱护动物，他背部才不会受伤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准备床铺。然后呢，小朋友唱个歌，会不会唱一闪一闪亮晶晶？会。好，来，我们复习唱一下，我们比赛看谁速度比较快。来，它是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它在天空放光明，它像一朵小眼睛。好好，可以了。去，没有叶叔叔的魔咒，叫他起来，他绝对不敢起来。一、二、三，起床！没有用，你看，我把我的魔咒现在传给香蕉哥哥。哎，有没有麻麻的？有，麻麻的，来，轻轻点一下，快啦！我才这样子轻轻的，快要碰他就起来了。对啊，就是很。手上有电，很厉害。来，叶叔叔表演看过了，换你来弄弄看。那可以请抓一下，叶叔叔帮我压住吗？好，来压住，来。好，压住头。好，来压住头，来按住，然后眼睛。对，遮住两个眼睛。哎，对。好，翻过来，翻过来以后给它放在床铺上面。对，来，好，给它放上去。啊啊！你跑来这边，他等一下就跳来这边找你。不好意思啦，我又失态了，实在是这一只绿鬣蜥的爪子太利了啦，被它突然的挣扎乱抓，可是把我吓了一大跳哎。哇，我才喘一口气，叶叔叔马上又给我来个大惊喜。我再借一下总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哦！哎，大声讲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像快要哭出来，真的可以哦！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。好，来这里好了。哎，小朋友，拉开像直直的一条绳子，揉啊揉啊，转啊转啊，揉成一个圆圈，口袋里面你放，可以哦。可以啊，放。哦，可以，好，放进去来，然后口袋里面你放。哎，放进去以后，走到哪里，它跟你到哪里，你摸摸看外边总可以吧？哇！它都不会到处乱跑，就乖乖跟你在那边。嘿，你给它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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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叔叔的爬虫表演秀不但精彩，更是让我惊讶连连，连口才都不输给电视上的购物专家呢。而这样的表演，叶叔叔一天要表演好几场，看来他除了口才好之外，活力十足哦！叶叔叔，你刚刚好帅气哦，连蜥蜴都乖乖的听你的话睡觉哎。真的哦。对啊，其实叶叔叔是这样的，大头他有一份作业啊，是要观察蜥蜴。可是呢，
我记得以前啊，我们到处都找到蜥蜴，可是现在今天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哎。哎，问题问得好，为什么会找不到？您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第一个当然环境的问题，嗯，啊，现在很多环境啊都是在人工开垦嘛，都在破坏掉，所以它野外的栖息地啊就少了嘛哈。第二个了，现在是什么天？冬天。冬天冷不冷？冷啊。那因为这些爬虫啊都属于冷血动物，它需要照太阳。那现在冬天天气又冷又下雨啊，所以他们呢都躲到土里边去藏起来的，去取暖，去冬休。可是叶叔叔，刚刚我们只有看过两种的蜥蜴，我想做特别的作业，有没有其他特别的蜥蜴呢？等一下了，我要喂他们吃东西，还要整理环境。那既然呢两位这么有兴趣要做作业，干脆了就跟我一起。那我们来一起来养它们，来喂它们，来整理环境。你呢就可以顺便观察它们的生态，这样好不好？好主意耶！爬虫类的动物，它们从外观看来，总共有三个主要的特征呢。第一，就是它们身上有鳞片；第二，就是它们有四肢；第三啊，就是有尾巴哦。现在地球上分布最广的爬虫类动物就是蜥蜴，还有四肢已经退化的蛇。另外，鳄鱼还有乌龟也都算是爬虫类的动物哦。照顾这些爬虫的第一步就是喂它们吃东西。黑熊、老虎我都喂过了，真好奇这些冷冰冰的爬虫动物到底都吃些什么呢？有，这个是这个是大陆妹 A 菜 ，A 菜的一种 ，A 菜的一种，对 ，A 菜的一种，还有小黄瓜，小黄瓜，有红萝卜，还有柳橙，还有，最主要的这个相当特殊，你们看看这什么东西，香不香？这是那个九层塔，对，九层塔，大咸酥鸡在用的、啊，九层塔是含钙质、含纤维最多的一种成分，对。所以所以吃这个他们也会有钙质的吸收。对，他们主要是要从食物里边取得钙质。叶叔叔还说，因为蜥蜴的牙齿是用来咬住猎物而没有咀嚼的功能，所以所有的食物都要切成细长状，方便它们吞食。现在大功告成，可是要怎么拿给爬虫它们吃呢？该不会一分一盘一盘的吧？不是，你一盘一盘给它的时候，它会挑好吃的吃。哦，对，像这个味道重，它就不喜欢吃了。结果最营养的它没吃。对对，只吃到它喜欢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叫做生菜沙拉。这就是生菜沙拉的做法吗？是，那生菜沙拉怎样弄？和在一起搅和。好简单哦。让它不会挑。原来跟所有的动物一样，爬虫也会挑食哦。要先把所有的蔬菜水果混合在一起，再装成一盆一盆的，这样子就可以去准备喂它们喽。来，我们准备的生菜沙拉，然后就来喂素食的乌龟。好，饼干龟。对，饼干龟。那饼干龟呢？它是纯素食的。那这里边呢，平常我们在整理的时候，它有一些饵料啊，没有吃完的，我们要给它先清掉。要先清掉。对，先清掉，因为没有吃完的饵料啊，第一个脏，而且会有带菌哦。所以我们大概先给它清干净。好，清干净以后呢，我们将刚刚弄的生菜沙拉，然后抓一把下去给它吃。分量啊，酌量了哈，先酌量。对，大概酌量，因为一只而已嘛哈。我只有抓超过一半，你也可以再抓一半哈，再抓。像我的，他不喜欢吃的。好，来再抓一半哦，这个差不多，它一餐的量差不多这样。这样子。对。那我们抓下去以后就要一直观察哈，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它到底有没有吃了哪些东西，它闻到味道，闻到味道，对，那有时候我们会帮助它嘛哈，有时候这空间的问题，给它转过来，让它面对食物也可以帮忙一些，对，帮忙它比较能够取得食物，每一只的习性都不相同，这一只就比较活跃，那我给它放下去，虽然说抓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放下去，它一点都不会害羞，也不会怕，真的，对，它马上就会来救食。现在呢，我带一个杂食的，杂食性我知道，就是吃肉也吃菜的动物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呢，先叫它来吃蟋蟀好了。它的肉就是蟋蟀。对，它的肉就是蟋蟀，我都会跟它互动。来，头抬上来，走，差一点吃到。追逐食物啊，对食物就有一个刺激，喜欢的一个紧迫感哦，那它吃起来，再喂它吃，它就觉得津津有味。这样的喂食方法不但可以互动。
也可以借机训练蜥蜴的反应能力。除了要维持爬虫室内的环境整洁之外，玻璃的干净也是很重要的哦。可是叶叔叔，你就这样打开玻璃门，哎呦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会不会跑出来？你就要告诉他，哎，今天专门在拍你，你要乖乖在里面，不要跑出来，知不知道？点个头知道了哈，他就乖乖，他就不会跑出来。建立一种那个互相信赖的感觉，眼睛很大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乖乖乖乖，哎，乖乖，不要跑出来，然后就在里边乖乖，哎，等到我玻璃洗完以后，他绝对不敢越过这个一步。哦，对，不知道真的是不是听得懂叶叔叔说的话？就在我们清洗玻璃的过程中，这只中狮蜥是真的乖乖的待在原地不动哎。在喂食打扫环境之后，叶叔叔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好地方，大头你想去就赶紧跟上哦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爬虫类动物是什么吗？那就是恐龙。距现在1亿多年以前，爬虫类动物比现在多更多哦，我们称为爬虫时代。而恐龙就是当时最大的爬虫动物，像雷龙啊，它就有30公尺长，而且还有3层楼这么高哦。人好好哦，知道我们累了还带我们来这个空中花园做日光浴耶。不过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来这边做日光浴你还带着你的宝贝蜥蜴来啊？主要就是要带我的宝贝蜥蜴来这边晒太阳做日光浴啊。啊，什么蜥蜴也要做日光浴？对啊，蜥蜴啊，它本身是冷血动物啊，因为它晒了太阳以后能够血液循环新陈代谢，而且最主要的能够让它体内产生钙质。那如果晒太阳可以让它们变成健康宝宝的话，那我们赶快把它带到太阳下让它多晒一点吧。虽然晒太阳可以让蜥蜴变成健康宝宝，但是也不能晒太久，否则会跟人一样中暑脱水，然后休克死亡哦。看看蜥蜴们享受的模样，再加上叶叔叔的专人伺候，简直太幸福了嘛。你好，我叫大头，你好吗？大头，你这样很危险啊。他刚刚才晒了太阳，全身充满了活力啊。你这样摸他，等一下会被咬伤啊，很危险。会吗？可是我刚刚在楼下观察过了，这只蜥蜴的动作很慢，不喜欢动，它不会咬我的啦。谁说它不会咬你？刚刚是没有晒太阳，身体冷冷的，它是冷血动物啊，所以呢，就像电池没有电一样。现在晒了太阳啊，全身活力十足，就像电池充电充得饱饱的。你这样摸它的时候，它对你不熟，然后一下子就会被咬伤，很危险哦。叶叔叔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不要跟它玩了啦！哎呦，要小心哦。来，乖乖乖乖乖哟哈，乖。今天吃了没有？因为吃得很高兴。回到馆里面，叶叔叔继续对他的爬虫宝贝嘘寒问暖。其实不管是猫狗还是天上飞的鸟，水里游的鱼，叶叔叔全都养过，但是最后却选择了冷冰冰的爬虫成为他的最爱，是一种缘分，也是叶叔叔的一种使命感哦。那在现阶段里面，这算比较冷门的知识，书本老师都没有这个教材，那我有这方面的尝试，跟他的医疗行为饲育养育的方法都有，那我何不呢将我这方面传承给我们这些小朋友，那好好照顾他，好好养育他，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再看到这些生物。因为叶叔叔对爬虫的使命感，让他可以一直拥有开心的笑容，来照顾这一群对他来说非常可爱的爬虫宝贝。小绿要乖哦，不要到处乱跑哦。大头，你怎么会有乌龟？我看到叶叔叔养爬虫，突然发现它们很可爱，所以我决定养小绿呀。那你这个现在这是在干嘛？带它散步啊，我还把它绑了绳子，这样它就不会跑掉。我很聪明吧？可是大头，
你不是已经有养肥肥了吗？那你现在见一个又爱一个，又要养小绿，这样你照顾得了吗？我想应该可以吧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养了，那你就要记得叶叔叔说的哦，养了宠物就要好好的照顾它，不要一不喜欢啊就把它丢掉，知道吗？是，我会好好照顾小绿的。那这个啊，让人心跳一百的恐怖箱变得精彩又好玩，让人退避三舍的冷血动物变得温馨又可爱。叶叔叔对这些小生命的认真和奉献，就像他对待每一个人一样，总是让人感受得到他的诚恳。抱着人人憨丑的大蜥蜴，手上隐约可见被咬的伤口，叶叔叔还是不停地介绍，希望大家因为了解而喜爱他们。在叶叔叔的世界里，爬虫不丑却很温柔，因为他的热忱跟执着，我看见满满的爱，也慢慢的喜爱有点不是那么可爱的爬虫类。充满热情的爬虫大王，加油咯。大头，谢谢谢谢，再见哦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草莓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按下订阅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呢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